朋友们，你们还在评论区里面热闹的吧？其实我办了一天的事儿了，也没有时间拍视频，然后坐在这儿呢，刚腾出一点空就跟你们说两句。可能你以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打扮漂漂亮亮的、嘚嘚瑟瑟的，没有啊，可能还更朴素，就以办事儿为主，忙为主，捏着汗。本来是四号去内蒙的吧，现在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个天气变故也多，再加上啊那个疫情啊哈变化也多，所以呢活动取消了。回上海之前就已经把时间安排好了，我在上海逗留几天，然后呢每天都做什么办什么事儿哈，然后几号去内蒙，把时间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现在计划变了，我也不用那么着急了。我是一个做事情有提前有规划有计划的人，一旦有事情有变动了，我还不太适应。看看这个是退票信息，这是上海到内蒙古的，因为也是疫情的影响，还有就是到处有的地方下暴雨嘛什么的哈，所以这个就取消了行程。这是北京到大兴的，这个也退定了啊。大家伙也知道啊，上海人口密集，你别管是在办公地点呢还是在什么地方，你只要拿起手机说话，后面总归是有看热闹的，也人家也不在乎，就是说哎顺手看一眼哈，很正常。我在人多的地方呢拍视频，有朋友说了，你这太拘谨了，放不开，你没办法大声喧哗，因为你大嗓门一抬起来之后，好多人都看你，你真的是放不开啊，就找这种没人的地方哈，可以像平常一样扯大嗓门喊，就这种这种粗犷的性格他说改不掉，就出来跟大伙说个话吧，也没啥，因为太忙了嘛。现在一天，现在快四点钟了嘛哈，这个时候我才没有太多的小杂事儿，这时候腾出空来才能说这几句话。大伙的情绪可能还在我上一个视频里边还没走出来的，其实我们的思想不是同步的，当看视频我是有那一刹那哈，我就来劲儿了，我就是那样子的人，说完之后我就忘了，我就忙别的去了，然后大伙留个视频在那儿，大伙替我抄袭，然后我呢就忘了，我回头一看啊，评论区这么多人啊，每次这样，你要说我粗枝大叶我还不粗枝大叶，就是说我是那种不太拘小节的人，不会说哎呀思想会纠结某个事情，把某个事情特别放在心上，没有啊。还有朋友说，哎呀这个莹莹啊别生气了，那个别在意哈，我看好多私信说你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什么人都有，安慰我的，我也来不及回复太多，其实我没有在意。然后还有朋友说，你看你是做自媒体的，你玩这个东西的，你就得有心理准备，这网上肯定是说什么话都有哈，你得学会承受承担，否则的话你就干不了自媒体，你也做不下去了。哎，我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，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，也不用操心我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这是初心，呵呵，不是初心，我这个心胸开阔，我都忙别的去了，我是比较理性的人，我这个时间呢还有说这个精力啊都会放在有用的事儿方面，不会纠结那些没有用的，在意那些没有用的对我没有利的事儿，我也不会在意，就是说生活还在继续，人还继续往前走，不会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，也不会被什么东西给困惑住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所以你们放心吧。就是不在屏幕前的时候，我哭的时候你没看到，我笑的时候你也没看到，因为咱拍视频这个东西不能实时在线的，这个正常。哎呀，有事儿就说说，没事儿的话玩就玩玩，然后忙的时候就不记得拍视频的事儿了，因为情绪它就不在其中。先去超市看看没有什么吃的啊，看看上海这边说菜涨价了，涨不涨，涨到啥样我也不知道。看上海的西瓜3.68一斤，贵哟。在东北吃不起西瓜，你到上海更舍不得吃西瓜。不过它是南汇的，南汇的瓜还蛮好吃的。今年的西瓜跟日本西瓜差不多，贼贵。这榴莲这么小，金枕榴莲，23.9一斤，23.9一斤，太小了。
就够我吃一顿，这一顿都不一定够吃，带皮儿的还。这小绿萝卜，绿萝卜是3.28一斤，胡萝卜便宜，胡萝卜1块多。一来了不知道买什么，丝瓜7.99，我直接给那边价格，我不喜欢切换镜头，懒。开叶开花这是，这次2.49还行，也菜也没怎么长呀。这个娃娃菜3.89，还行，长菜长样。这个番茄2.58，不贵，没这么涨价。买点番茄，这叫正当季的蔬菜。我倒不是什么便宜买什么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吃啥，就觉得这番茄2.58还是可以的，随便买两个。这个可以，就是有点要坏的意思，废弃。这种颜色红的不均匀的，它说明它是正常熟的。看这种还好吃呢，起沙。夏天没食欲，我得减肥再说，太胖了。回来一照镜子，我去，猪！行了，够了，能吃两顿，三顿都够我吃了，两顿吧。多吃菜，少吃饭吧。这文件袋还在这儿，哎呦一天哪！洋葱2.48，还不贵。丝瓜7.99，就8块钱一斤，买两根。丝瓜炒个蛋，这个不错，刚从冷库里面拿出来的，冰冰凉。嗯，真好。一根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也不错。两根丝瓜，炒一大盘。好重啊，这两根2斤的，好像被水泡过了似的。上海的蔬菜啊，真的有的是水泡的啊。两根足够，大手笔。番茄啊，有人吗？一天呢就忙一些琐碎的小事儿，边买菜都又忘记拍视频了，又有别的小事儿这么一掺和又忘了，就这么一天过过来了。买了点菜，一共花了20多块钱，我以为菜价真的上涨好多呢，因为我听一个老阿姨说的，没有啊，也就是顶多也就涨个1块2块的那样子吧。我还记得去年的价格也跟现在差不多呢，也就是西瓜贵。行了，现在还没到下班的高峰期呢，我先回去了，回去烧点菜，然后休息休息。